Hello, Mr. DJ， 这节奏不要停，我脑袋里在开 party， 不晃都不行。现在的人为了做销售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改天我为了我的粉丝能够涨几个，我是不是也跳一段啊？是电脑啊，其他的一些固定资产还有什么呀？我怎么只能举出一个电脑的例子呢？贴膜。贴膜哦，可能还有一些仓库，包包仓库里面储备的货，贴膜之类的东西。特别多。据说特别多。十多箱。那你这样的话会被最少哦。找冰箱啊，那个冰箱啊，仙人掌加青柠，据说是山竹味的，山竹刚走。马上月饼节了，让我买很多的月饼去试吃，然后跟大家说，我说那是美食博主吗？这外面不是有位坐吗？坐一下。走了，好热哦！我们走到一个园里面来了。忙里偷闲。这叫黎明前的黑暗，我们在等关键人物的到来。我们等刘老板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了，半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。收拾你的东西，不要拍这么肥胖的我。关键人物来了，我们要去干活了。
上楼，然后有一个阿姨拿了很重的东西下楼，然后我就上去几步帮她接下来而已。主要是我们以为她是想秀一下她的腿，要走楼梯，因为我们那儿有点反光，没有看见。上镜啊，来了。门的人来了，我们要干活了。
杆儿，对，推杆儿，推杆儿进去，对对对对对，U 字形上去。这边啊，要从这里，对啊。对啊，今天的时间呢，好好把我应该放进视频里面的包的一些信息好好梳理一下，希望再录包的视频的话能够让大家满意。昨天被老婆讲你录的视频什么玩意儿，我这才跟他们搭档了一天，他们就已经开始烦我拍了，不务正业，说不务正业。刚才他们还说呢，回去趴桌上看新闻睡觉呢。对，就是他。